我呢推荐这一组关键词叫做质感声线，这两位呢是一开口声音就可以被大家认识出的，一位是女生，她的声音非常的醇厚，哪怕是合唱她的声音也很容易被认出来，另一位男生了解她的人不多，但是她在网络的平台上唱歌的声音也是充满了磁性还有很 man 的特质，所以我推荐的这一组质感声线是刘惜君以及王赫也。天上的水照着明月，人世间晃呀晃，爱恨不过是一瞬间，红尘里飘摇。沏一杯天上的水照了明月，人世间晃呀晃，爱恨重复过千百遍，红尘里飘摇。怎样这大风吹，大风吹，一直吹，吹走我心里那段痛，那段悲，让暴雨冲洗风中唏嘘。当初的你，仿佛是天注定。记得我的那个谁，欢迎刘惜君，欢迎王赫也。大家好。大家好，我是王赫也。声音是真的很好听。今天我们合唱的这首歌是那个赫也的第一首歌曲，这也是我的第一个单曲。这个歌啊，是一个虽然是一个新歌啊，但是它非常的有魔性。嗯，好像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大风吹啊，就一股一股把我那个内心的对于那些曾经的记忆给吹出来了。惜君唱广东歌真的特别的有魅力啊！这首歌啊，我觉得对于你们唯一的遗憾是，
能不能跳起来啊？我觉得那个希君，你的衣服哈、哦、被局限了，有一点点，因为裙子会踩到。对对对对对对，然后我们就觉得这首歌好容易跳舞的。这其实今天也是我第一次尝试这种复古 disco 的风格。对，关于复古舞蹈，我们这里有个秀导很厉害的 Sunny。哎，你配合上简短的动作好不好？让希君然后现场模仿一下，来。那你就这样。Sunny，是，你厉害，谢谢谢谢。